前面就是商山了呀。嗯，我们往上游走，找找那个渡口。嗯，前头或许还有妖魔，仙儿也要小心了。好呀。嗯，这渡口是墨者制作的机关吗？看来我们离商山不远了。阿兄。香儿，刚刚的事不要放在心上。可我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他只是想保护伤气的百姓，我却……我们也不是，我们没做错事，他却要杀人，他的行为与妖魔无异。香儿，你是从妖魔手中保护了阿兄。走吧。兄台不必紧张，我只是来给你提个醒，这条路半途就不通了，怎样都过不去的。要是打算上山，我知道其他路。你是何人？我不是何人，我是何浩。在下是行走天涯的浪子，人称万里风何浩，哪有财宝我就往哪去。待在商山已经几年了，都在这儿捡财宝。这儿有财宝可捡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青铜和木材都是宝贝，用青铜和木材做成的宝贝更是宝贝中的宝贝。两位看看是不是巧夺天工？
少爷叫财宝？自然是财宝。我告诉你啊，玉水有个货郎专收这些奇珍异宝，每次回去倒卖给他都能赚得盆满钵满。玉水莫不是夏老丈？哦，你也认识夏老丈？那咱们也可以算是半个熟人了。不如咱们合作一把。我听闻商山住了一群墨者，他们会让你捡？你该不会是做无本生意的吧？哎呀，呸，兄台这话说得多难听，拿取无主之物怎能算是偷呢？无主之物？是啊，山上有一座寨子，里头不知荒废多少年了。你说墨者，总之活的我没见过，嘿嘿，死的倒是不少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来给二位提醒的呀，这条路不通。我知道另外一条路，不过这次上山，山里头的妖魔都不太安分。我偷偷跟了一路，发现二位身手不凡，对付那些妖魔想必是易如反掌。不如我们结伴上山，一起发财，如何？也好，结伴而行也有个照应。有劳了。别这么客气了，兄台叫我何浩便行。倒是二位，太师子胥，这是舍妹。好的，子胥和太师小妹随我来。阿兄，他说商山大寨是个废墟了，那群墨者会不会？我们先上去探探情况，就算人走了也会留点蛛丝马迹，也许何浩骗人也说不定，稍微防着点。哦，子胥，太师小妹，这边这边。里边路不通，得走这儿才行。呀，喂！何兄，你对此地如此熟悉，难道你就是一名墨者？来过几次，对山路比较熟悉吧。
方才真是精彩的一战，二位这等身手果真不俗。哪里哪里，我也从没看过何兄这样的人物，逃得如此之快，真是前所未见。哎，嘿嘿，我何浩之所以人称万里风，就是因为逃得飞快，完全没给谁逮到过。只是这阵子妖魔实在是多到无从躲避啊。逃跑就是逃跑，哪来这么多大道理？太师小妹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说到逃跑这事儿，也是很看时机、看场合的。何兄，你也帮点忙嘛，怎么都只找地方躲着？没把握嘛，自然要学着避免危险，丢了小命可不行。你待在这儿这么久，知道大寨怎么毁的吗？我发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片荒烟蔓草了。是吗？那妖魔变得如此躁动，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？应该也是最近的事儿，上回还没有。壮观吧？哎呀，可惜全都被人毁了，也不晓得是什么深仇大恨。这儿以前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地方。嘿嘿，如何？你们要进去绕绕吗？哈哈哈，跟我来，一起发财吧！哎，怪了，怎么又给锁上了？哎呀，
莫不是上次那个绿衣美人？咱们是来找墨者的，不是找财宝的。要是看到简毒布帛之类的东西，多留意些。好，泽轩，一起来吧。怎么？不行，已经断气了。唉，节哀。承蒙姑娘出手救我兄妹二人，在下聂阳太史昭，字子旭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叫楚红，商山人士。商山？嗯。姑娘可是墨者？红，你怎么知道？听闻商山大寨中有一群墨者通晓机关之术，特来求教。原来你要找墨者啊。姑娘，哼，几次进山来偷东西的就是你们吧？不，我们躺在地上那个难道不是你们同伙？我们是来找墨者的，和他只是萍水相逢，恰巧同行。还想狡辩？阿兄说的是真的，我们是第一次来商山，那何浩说他熟门熟路才一起上山的，我们只是来找人，没有要偷别人的东西。找人？这里早就没有人了。哼，念在你们是初犯，山门禁地非请勿入，否则绝不轻饶。阿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先把何兄埋了吧，相识一场也不好让他扑尸荒野。阿兄在烦恼什么？刚刚那位楚姑娘，我觉得她的模样挺熟悉的，肯定在哪儿见过。阿兄方才可都看呆了。不止模样熟悉，名字也是。红儿姓什么？姓楚吗？还是姓崔？红儿。走，我们去问问他。阿兄，他刚刚才说非请勿入，否则绝不轻饶。那是刚刚，既然认识也就无妨了，走吧。
我说过了，山门禁地。红二，西阴街的红二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谁？我是李昭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常在一起玩耍的。昭小子，不对，李昭早就死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假冒他？我没死，阿父阿母冒死把我们送了出来。站住！我不相信你。李昭十三年前就死于火海了。你妖后的机关渊还是以前那只吗？记得小时候爬墙帮你捡过几次。我时常在东市迷路，绕得晕头转向，最后都是你带着我找到出路。你太傅最疼你，每天傍晚都来接你。他平时很有威严的一个老人家，跟你讲话的时候都是乐呵呵的。还有，你送香儿的生辰贺礼，记得吗？你说要再做一个送我，更厉害的。还做数吗？是真的，真的是你。这种时候遇见故人，真好。只是你怎么会干起了无本生意？我们真是来寻找墨者的。啊？需要修理某种机关。嗯，我可以帮你看看。不过有件要紧事得先处理。啊？这些死士兵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受一头大妖控制，但他一直躲在里头，很是狡猾。得除掉那头大妖，否则他们死后也不得安心。我帮你吧，一起。大妖凶残狡猾，说实话我也没有把握杀他，要是一个没弄好，怕是会把你也搭了进去。若是如此危险，那我更要和你一起了。我还指望你帮我修复机关呢，可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冒险。好吧，小心行事。好。你就是香儿吧？红儿姐姐好。紧张什么呢？从小就听红儿姐姐的故事，没想到有一天竟遇到真人了。香儿，我很普通的，红儿姐姐才是，长得真好看。我怎么这么甜？谢谢。
Thank you.